今年莲生活佛为大家赐的金句对联是：虎年虎虎生威风，风生水起财运来。可以请莲生活佛帮我们解释其中的含义吗？好的。那么这个虎年呢，一般来讲它是在生肖里面呢是万寿之王，万寿之王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为什么要有虎年虎虎？这就三个虎了。你看我们现在呢，啊，这里也有三个虎，一个虎是在这个。后面啊、哦，这个背景的虎，第二个虎是卧在这个台桌底下的虎，第三个虎，那当然是主持人高丽奇。我们所有三个虎，那么这个虎年呢，是万寿之王。三只老虎啊，不是两只老虎，三只老虎当然是威风凛凛。我们晓得龙随寅，虎随风，所以他会大吼一声就生出这个风出来，大吼一声啊就威风凛凛。那威风凛凛呢，不但是风声，还有水也会起。风声水起，我们讲风水，风水风水自然财运就会到。这个是我写这个对联的主要的意思。谢谢莲生活佛。